我做的锅贴做的我感觉有点失败啊。那萝卜干，猪肉白菜的，大蒜，这萝卜干多好，超级好吃。如果要用那个平底锅啊，恐怕比这好一点。咱没有那个平底锅，就用那个正常做饭的那个锅搞的，搞成这个样子，哈哈，失败。太烫了。